我第六本呢，就是原来帮我出第二本和第三本的那家出版商就来找我，他说他希望我写一些关于文化的这些顶尖的人物。我说好，刚好我最喜欢，所以文化当然就包括从事教育的啊，哈，还有宗教的啊，哈，那所以我在就包括圣严法师，圣严法师也有写我们 PDP 的特质，而且他是留日的佛学博士，他写这个问卷最认真，就像一个小学生一样，每一题非常认真的写，就让我看到一个人活到老学到老。以他这么有学问，他在写问卷的时候是 PDP 的问卷，他是用一个非常尊敬很认真正经的在写这个问卷。然后那本我就文化的就写完了，然后另外呢就帮政治再重新整合啊，政治的人物，还有就是古今中外的政治人物，然后古今中外的经济人物，就把经济人物还没有写的再加上去，就这样第六本、第七本、第八本，在台湾就一共完成了八本。